OK，修好了。我发现很多人有一样的问题，然后我看到他们还在回复说什么型号、什么网路、什么条件，我觉得不用问这么多，就很多人都这样子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而且大家最明显的就是大家都用 WiFi 玩嘛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问什么网路、什么手机。最重要的是，很多人都这样子。哎，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。先看聊天好了，等一下我登记。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很吵哎。那、啊、停止电工了怎么办？也许我突然也忘记怎么玩了。啊，只能花金条去升吗？所以要替换的意思吗？哦，因为它可以有内阁啦。它内阁啦。我想说怎么没有反应？你先把橙色的放上去。因为最近还是很那个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看要不要先养通天卓啊？那就先养通天卓。哎，最近网络比较不稳一点，是他那边不稳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怎么办呢？那这个系统也不能讲。所以这边可以自己切，要疗伤还是要练功？是不是？可是现在就很当啊。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啊。这边也当，这边也当。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卡，我也很难讲啊。我们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先跟你们讲一些道具啦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卡。盟主宝匣，因为吼，现在大家都很卡，所以我很难讲啊。我们赶快。还要讲什么？赶快把它出完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卡住，大家都卡在这边。很像又结束了耶。我就会这么卡，因为应该是太多人玩的啦。所以为什么它可以升级啊？那个不能升级啊？木桩到底要怎么升级？本要讲通天电阻的时候，哎，有了，通天电阻，这个就是通天，哦，终于不卡了，这个就是通天塔系统了，通天塔系统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今天就讲这个通天塔好了，然后，它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里面不写通天塔，反正它就通天塔嘛。